家收看卫星世界，易经风水面面观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阿弥陀佛。今日是1999年11月30日，也是咱每个月举办着全民念佛的日。咱来祈求世界和平，祈求天灾永息。这是咱每个人来到世间地球上，咱个人发出一大慈悲心，除了要自修、自度以外呢，咱嘛是用念佛的功德，咱来回向给咱的祖先，回向给咱万亲祭祖，回向给咱多生父母，回向给所有地球上。唔知好念佛咧，未晓会念佛咧，才会大众。因为地球在转，咱念出的声在面顶，阿弥陀佛一声，吼、地球转过啊，声音在虚空，在阿咧循环。那么咱经过一天、两天、三天无量劫以后，咱有一天。会阁回到当来接受着咱过去念佛的功德，毋是咱尔，要咱的祖先法界三界万灵完成这注定，因拢会接受着阿弥陀佛这个圣佛的功德，叫起着咱灵魂世界，咱的祖先啊，等等咧，因拢会。得到这个发音，阿弥陀佛念佛的发音嘛，所以自咱这十多年来，咱宗门以及和咱各宗教、各教派无共款的祈祷方法，共同呢，和来祈求天灾永息、甲天恩永息以外，也祈求呢。世界和平。那么今日面对着咱天坑地洞的灾难，所以咱今日要全民念佛，要来祈求天灾永息。最近伫十月，这个七一的时，咱伫巴西一个城。发生着个落落去啊，300多米，土块个落落去，一个月地球上落一位，到目前已经1144个坑啊，这是真恐怖的代志。这就是啥？咱天灾到啊嘛，天灾伫任何人个所在，咱拢唔敢。任何一个所在，若发生天灾地，尤其天坑地洞，这拢是咱地球上64亿咱人民对天上世界来到世间共同的不幸、共同的福报受到损失的呀。所以咱念佛的功德，各位咱莫讲啊，我念佛那无感觉啥，事实上已经有感觉。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心会作证的。咱用试看嘛啦嘞，我相信各位拢有经验，因为咱的本性、灵性都是阿弥陀，阿弥陀是咱的灵性，咱的灵魂阿弥陀。那么咱只有叫出家己的名，阿弥陀佛。咱唔通点点唔出声。
唔敢叫出家己的名，是啥人？阿弥陀佛啦！所以各位，咱念阿弥陀佛，咱尾啊这段时间呢，咱专门念佛，咱大家来对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佛的声音在咱心肝内，佛藏在咱心肝内。那么，你心肝内会发出这个光明。那安尼呢？你渐渐，用你阿弥陀佛开口来念呢？咱第一增长智慧，第二咱会得到得到诸菩萨圣贤的保庇。当你一个人念阿弥陀佛的时啊，飞空过往的神像一定爱来给你看，来给你护念，护持咱的念佛或者护念，啊，护持咱每个人念佛的人。咱的灵性会当开发咱的灵性，啊，咱念佛的人，啊，两身护法当下会来护持，咱每个人念念，拢是会向你正确，有希望的，有光明的思想去。咱那念佛，两身护法经过飞空过往的心性。因为降凡殿，咱任何一个所在，别念佛的时，若是咱若有啥物不如意、有啥灾难的时，一定会化于无形，大化小，小化无。啊，咱若是做事业，咱做事业的时，哈、啊，咱做者无智慧、无慧，那么咱念佛的时，时时念佛，哈、啊，回空归往心性，啊，一定会降来。甲咱加持灌顶，咱想袂到诶，咱一定会互咱较有智慧。想会到，想会到，卖阁发生错误。吼、哦，即个是念佛的功德嘛。无啥物物件比这我殊胜啊啦。所以几个先师王禅老祖、大慈大悲甲咱开始，咱爱念佛。念佛是念家己诶。唔是念啥人个，念佛是咱每个人个权利佮专利，并是讲哦，啥物人伊个权利佮伊个专利，即哪里想个是就错去啊啦。各位十方圣弟兄，念佛个功德非常个大，咱念一句佛。你会增真一智慧，假使咱念一个佛，搁拜托卡拜来拜佛，然后搁起来搁合掌阿弥陀佛，咱会消掉足济我多生的罪业。曾经咱一信徒老先生，有只骨真无好。我以上念佛啦，靠骨来拜佛呢。我唔是拜佛的了，我拜道的，目镜啊道嘛同款嘛。啊，你先拜佛，恁家有佛祖无？啊，观音差哪尼啊？迄就是佛啦。观世菩萨是正光明如来呢，正光明如来佛。会化身，我的身体有只骨，也免变臂雕。你着就近，等下拿再拾起来，啊，拜佛祖，几礼拜，几礼拜，啊，几礼头礼礼，佫爬起来。我哪有法度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我无法度啦，试看嘛来啦。试看嘞！哦，你安尼来跪来拜佛的时，拜一
以前阿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皈依，讲我要皈依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拜嘞，佮跪嘞，佮爬起来，佮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佮跪嘞，佮拜南无阿弥陀佛。第一天拜三下，将我拍伫拜点爬袂起来，煞困去啊啦，困去一时呢，啊，因老母啊啦，看伊拍了困，佮惊。啊，佫看看啊，戆戆叫，哎，都无加叫叫啊咧。过差不多20分钟以后咧，啊，爬起又佫咧佫拜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，啊，都佫拜。结果伊个老翁，老母啊，哦，我拄只嘛念阿弥陀佛，拜佛的时。啊！观世音菩萨呢，拿一支板啊板，啊手拿一个柳枝，啊用哦板的水甲我烧，烧我烧足清凉啊！我全咧精神起啊，所以我才阁拜落，足轻松的呢。拜下正礼拜后，就过来圣律师啊咯，啊带爷孙啊来圣律师佚佗嘛，因为圣律师有如来园。啊，咱风景足好诶！啊，伊则甲将这情形讲互我听。伊讲即摆咧，好又则过继续轻松啊。原来辛苦经过抽痛等等，都是拜佛、拜佛祖。啊，我则发觉着讲，我拜佛祖以后，我诶心肝继续开阔。无像较尾较早，干咧想要骂人，啊对老母我真不满，所以老母我足惊我。即摆人我起来，我对老母看咧，足感恩着，是毋是张老师，教我报这条路，家己自我，伊家己身体，拜佛的功德，不可思议啊！迄就是消业障嘛。所以各位啊，咱早时起来，然后时间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跪礼拜咧，吼，跪到大礼才阁爬起来。那无最起码嘛运动，运动阁减消业，那有啥比这较好啊？啊，也曾经咱有一位早期，吼，老立法委员的时代，啊，有一位70多岁。老菩萨、查某菩萨的立法委员，啊，因为身体真无好，啊，伊若要即摆咧，当时朱国正做立法委员，因上惊朱国正朱立伟尔，啊，伊若跳到我顶，甲赶甲迄个遐，啊，伊若对后尾问一摆，拢安尼一摆咧吼，啊，即位老菩萨啦，有一天去拜访一个老师傅，老师傅送一部药师经给伊。讲你逐天拜这部药，拜药师经来拜佛，啊，一日一拜，内底一日一拜，认真拜，啊，拢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原来未徛，伊啊坐咧，看看拜，啊，看看家己修行，一个月后咧，我都家己徛，到最后来咧。足少年的真少年，啊，身体都用起来，恢复着年轻时代的身体。所以这位老菩萨、老立法委员，啊，伊只甲咱南投啊一个立法委员解讲，啊，讲到伊拜佛，啊，拜佛第二一拜。啊，个用时间的时，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佛祖在嘞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原来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后来呢，变为佛教徒。是安那，咱无分宗教，因为找到家己的本性啦。所以自今日专门念佛的日时，咱为愿所念的佛的功德。回向予各位恁当中历代祖先救援七祖，回向予咱
中华民族15,615姓，列祖列宗，回向予咱的诸佛菩萨，甲咱转世，予咱观世济主，啊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天灾永息，这是咱每个人共同的本愿啦。等下呢，咱请大家，咱静心来对大家共同来念佛。向好光明无等伦，摆好安转五须弥，甘木澄清四大海，光中化果无思议，化菩萨众亦无边。四大大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。向好光明无等伦，摆好安转五须弥，甘露澄清四大海，光中化果无数亿，
化菩萨众亦无边。四大大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。